今天用128元就可以体验台湾学校中央餐厨的伙食，以及军旅数馒头的感受。这一餐根本充满了情怀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我们现在来到台南这里啊，然后在我们身旁的这个地方是奇美食品幸福工厂啊。它这边应该算是他们的观光工厂啊，就是说可以让你来这边看他们的商品。然后它这里面有一家餐厅，它最近非常火红，就是128元不加服务费的让你吃到饱。我是还蛮好奇它里面的自助餐的表现会是如何啦。那我们一起进去吃吃看吧 ，Go！ 哎，一位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好的。哎，谢谢。啊，那个我们座位在最后面左手边，那没有正方形的桌子哦，都可以坐。对对，往最后面走。哎，好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这哎呀，差不多。哎，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入座了啦。然后在入座之前哦，我们就已经先结好账了。今天我们吃一餐的费用是128元，而且还可以刷信用卡打发票。幸福工厂它应该不是要赚餐饮的费用吧，只是来让大家来吃它的食品体验一下。我们等下先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等一下，这个手套是要去哪里啊？那边柜台哦，哦哦，我丢，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哎，不要紧的，拍谁拍？好 ，OK 啦，我刚刚先去拿第一轮的东西啊。我们今天能拿的应该已经拿超过一半的了。
孙聪平常吃那个水饺，对他的感觉就是，拿来充饥刚刚好。可是你要说是好吃的话，我觉得似乎会很勉强啊。然后这边还有素煎饺。好了，我就觉得他这种素食的东西，就是吃个味道就好了。我觉得如果平常你是喜欢吃素味的那种人，应该会很喜欢的。电炉馒头，它这个蒜泥白肉虽然炒满了洋葱，可是还是吃到有些许蒜泥的香气哦，我觉得以今天这个价格来说是非常 OK 的水准呢。虽然说他今天这些所有的食材啊，还有他的调味啊，应该全都是他中央餐厨所做出来的配方啊，但是我平常就很喜欢吃中央餐厨的这种东西啊。来吧，骂收本。我是觉得它这个肉燥调味是跟我小时候吃营养午餐味道一模一样，可是它这个白饭哦，也承袭了中央餐厨会有的软嫩口感了。不过 OK 啦。好了，我们轻松解决完第一轮的东西了，那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东西吧。
好了 ，OK 啦。我觉得我们这一轮吃完应该也差不多了吧。我们刚刚现场的东西大部分我们都已经有拿了一遍的了，因为我们今天用餐费用才128元，我觉得光是吃这两轮的体验就非常的超值了。这里面充满了我们喜欢的元素啊！哦，这个东西就算不配这个挂包的皮，我也直接吃也没问题的。哦 ，Oh my god！ 它今天整场啊，可能只有这个 N3。它是新鲜的东西了，然后其他的应该都是他们自己工厂做出来的吧。可我觉得它这味道就是中规中矩的，就算你在家里买到这些东西，你也就是像他这边讲的，即热即食啊，就是吃个方便而已啦。刚刚在拿第二轮的时候，他们有将这个白肉补满了，然后我今天吃到那个 N 酸配上这个白肉香气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我那个哦那个味道让我的嘴巴快要高潮了。就是要这样，满满的肉，哦。这时候我们来吃个包子吧。哦，哎呀，它这个就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哦，毫无悬念啊。还有后来有在这10年内进去兵营服役的人啊，我们在军中现在已经不只是数馒头了，我们每天早餐还会数这个，就是这一家的包子，有甜的又有咸的，可是我是比较偏好咸的啦。嗯，我突然回忆起以前在成功岭新训的回忆了。在新训的时候，每天早餐都会有包子馒头吃啊。可是谁知道我下部队到外岛之后，结果我每天更常吃到这些东西啊。豆腐包子。它这个味道真的就是你在台湾各个角落都喝得到味道了。然后它里面有加的柴鱼碎片啊，所以喝起来有一种柴鱼的香气，还蛮不错的。
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奇美食品工厂这边哦，它的对面就是台南航空站呢、啊。可是如果你问我说，我今天是住在南部以外的地方，那我看到这个餐厅很有兴趣，想来吃的话，我会推荐吗？我是觉得，除非你真的有到南部来这边玩啊，可以顺路来吃一下，不然你现在来现场吃到的，应该你自己去大卖场或者超市买它的冷冻包，然后回家自己料理料理，味道应该也会跟今天一模一样的。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，因为毕竟哦，今天奇美这家公司它已经在台湾生根不知道多少年了。虽然说今天这个128的价格，我觉得这样吃真的是，很划算呢。但各位啊，如果你来这边是抱着平常我们吃到饱四五百块那种价格水准的话，真的，那大可不必啊。因为它今天的收费就是128元。打发票可以刷卡，还有这个不是业配，不是业配，不是业配。那各位看到这里，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我就回复哦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你是从？从那个戏子那边，我从基隆来。OK 啊，那个黄阿赫。哦，阿赫是你哦。天哪，我竟然在这遇到你。这也太巧了吧。对啊。